韩军庭跌伤被等医，整亲个鼻都有一段时间嘅韩军庭，早前就着上红裙 fit 爆现身慈半 party 啊！佢仲透露依家都仲系自由身。我一向比较喜欢 personal 啲嘅经理人啦，咁所以要慢慢去见下人啊，大家倾下。他們認同我的方向，我又認同他們想為我做的一些事，那才能夠合作，所以 要多少少時間才可以找到一個經理。那又對的，要找一個適合自己的人真是不易的，那你就應該趁這段時間好好休養一下，不要再整傷鼻子。慢慢做咯，但因為我哋要等多三個月先可以動工啊。係啊，因為咧嗰陣時整完之後，醫生話要等因為創傷啲骨咧要好翻。會唔會順便執下整高啲啊嗰啲啊？唔會，我希望整翻我原本嗰個樣就得噶啦。因為其實我覺得鬼妹嘅樣咯，我覺得睇慣咗啦，同埋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我自己嘅嘢。